嘅理財規劃應該包括咗分散投資，選擇海外置業能夠發揮分散風險嘅作用。檳城嘅一手豪宅，尺價只係港幣2000蚊左右，300多萬已經可以買到近2000尺嘅豪宅，好適合自住、做度假屋、退休或者收租，是豐富國際投資組合的優質選擇。馬來西亞低密度豪邸 Alilatu 位處檳城高尚住宅區，背山面海，擁有海景園林雙重景觀，五星級配套設施，只是港幣380余萬起，極具升值潛力，即買即住。展銷會設於今個星期六日，金鐘萬豪酒店3樓中菜廳偏廳。詳情預約翡翠島物業2869-6683，2869-6683。